皇后娘娘，你看今天的天气是真真的好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明天就晴。说人话，这天你还把我带出来干啥呀？我身边的宫女儿和太监们呢？娘娘，您千万别生气，都怪那个甄嬛，她一出现呢，咱身边的小宫女、小太监呢，都跑她的电视剧里边去了。这个老妖精呢，成功的占据了十七大。放肆！张嘴。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甄嬛是我的老婆婆。哇哦，原来是老佛爷呀！我发个朋友圈赞一下。容嬷嬷，这都到月末了，你怎么还有流量呢？娘娘，附近有 WiFi。紫薇点赞了，紫薇点赞了。娘娘，您不是不高兴吗？我把他呼来，让您开心开心，可否？准了。紫薇，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皇后娘娘不开心了，不开心了，马上过来，马上过来。站着！你是？我是紫薇了啦。你的头像跟长相差距也太大了吧？人家用的是美图秀秀啦。我万万没想到，你这头猪又站起来了。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给人家扎了肿成这样子。不可能，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容嬷嬷扎针特别棒。好了，不就是皇后娘娘想开心一下吗？不要墨迹，快开始吧。行，动力火车都被淘汰了，你俩就不能换个曲儿吗？都扎50多集了，能不能有点创新？容嬷嬷，你扎的能不能有点节奏啊？紫薇，你能不能带点表情啊？真叹息，儿臣做不到了啦。做不到也得做。真的做不到了啦。大胆。不好意思，失态了。不如这样，若将此曲稍作改动，扬长避短，再加点国际范儿，令人眼前一亮，想必也是极好的。听后本宫喜出望外，倒也不负恩泽。娘娘，你说的什么驴子话？我一句没听懂。换个曲儿。啊，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换曲儿。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要把我这个皇后娘娘拍得这么恶毒呢？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要把我的快乐建立在紫薇的痛苦之上呢？扎紫薇，我一点都不快乐，只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快乐，我才快乐。你们快乐吗？快乐啊！那我们向快乐出发吧。今天对你们的表演满意吗？挺满意的。感觉怎么样？好不好？你看观众还是认可呢，观众卖账就是最大的，是不是支持鼓励？非常好。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啊，让我真正感觉到喜剧的力量是什么。
他们这一组我觉得确实给我了力量，我看完以后听见我特别喜欢沙溢老师的意思。那今天你们的表演让我感觉就是说你们的角色的分工是非常准确的，三个人就是都找到自己的特点，而且找到了这个角色的特点，所以整个看起来都会非常的舒服，怎么样都觉得很搞笑。谢谢。好，谢谢李湘老师。我觉得语言口音啊，就是语言的特点在这个小品里面非常的明显。然后当然就不用说了，他就是咱们用的都是东北话，然后来说那些甄嬛呐电视剧里那些事儿啊，然后所以就是特别有效果啊，那笑就是笑容的笑啊，所以这点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最后变成一个舞蹈风格上稍微有点不太统一，如果后面就是你没关系，你转型没关系，但是如果还有最后你收尾的时候还有一两句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喜感的东西，我觉得可能会更完美。谢谢，好，谢谢三位评委老师，也谢谢三位台下稍作休息，谢谢，希望你们会得到一个好的成绩。谢谢。